进去了。三个人都到房里，我真的是封完另外一个窗，封这个窗。不谈，谈了就要出事。这脚里面没椅子，不敢谈，我怕翻车了。还好，直接进入隐身，二级隐身追一个残血的先知，楼上只有一块板。弹性加速点满了呀，别打，搅屎棍真的慢。我赌你不带怀表。无所谓，二级隐身你跑不掉。我就不信你还能吸出第二只鸟不行。后面又来搅屎，走了。哎呀，这个搅屎棍真的烦。
个人。就全员就保这个先知呗。硬是拖赢了。现在还在修机子呢。段金身的重要性，你看这把金身发挥到了，几乎这完全的每一把都用上了，每一次都用得上。二挂的黑妹，看他们派谁救。拦住吧。硬是拖了个三杀，不好赢还。不着急出刀。家伙好像没治愈。
亏损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一个前锋搅一下，前锋搅完黑妹搅，一人来搅一下屎。起点是有人的，跟杰克跑木马呢。前锋就不锤你了吗？我带个金身杀前锋。等一个乌刃，不着急。想进洞啊，想着吧。是这么碳香水，这碳出事。现在调香师贼膨胀，不交的，你就贴他脸上他都不交。其实应该没带怀表，双弹的。啊，救救救，让你救，刷死他。这么 VIP 哦，没 VIP。不挂的鬼屋，鬼屋有祭司，等会人被偷了都不知道。要打洞了，乱跑啊！
救不到，祭司救不到的，没有用。不着急啊，这祭司可能玩骚操作。好，就这一个洞，估计要玩骚操作了。我先不进去，哎，我操！骚操作，我钻过去，他钻回来，哎，一波天秀。室友叫起来，小丑来了。看完再按摁棺材板里面。聚得刀，聚得刀，聚得刀！钻吗？你敢钻吗？钻这个洞呗。果然应该再装一个推进器再装，真的是浪费时间。我现在是，哎，居然不是百分百去玩判定了。VIP 女，二级区，空姐就前锋骚扰。我人都傻了。完了，这把有点炸。这家这个洞有点烦，这个洞是连接到二楼船上的。
你滑板这么快的吗？这必须锤啊！你这不锤的话，半音障呢我就没了呀。滑板加速是被改过吗？滑得好快啊！重新修了。难打，除非这波巨能直接把这个先知带走，不然就没了。没了呀，上跑了。我没推进器，他们的电机是直接连接到那边门的。门应该开了，一刀没用啊。白给一刀，不如带彩板呢。真是一个钱放在这里，没有其他人。车厢是医生，当医生。你就敢下这个板子呗，吃不认也要下板子。你滑板加速物呢，板子下了却没加速物。鸟没交，前锋在小木屋，到了。你守这个口子吧，他就开球就；你不守这个口子吧，他电话也往下一跳。再来操刀，
哎呦，炸了呀！医生的墨好，全是有怀表。上刀上刀的，出刀急了，结果那一刀算打中前锋，医生不算刀。这你就这么膨胀呗，你挂过椅子还修机子。拆了小木屋，先知小王过来救，小木过来骚扰。我日，你残血敢救人？这胆子也是肥。哎呀，狗一样的二楼，心太崩了呀！不了，先知起来接着开门，游戏结束。本来开局节奏挺好的，你抓了个医生，你给他一刀，结果就硬是二楼崩了。这二楼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别吧，这么穷。角落有人。
排一下这个人皇，人皇是前锋的话，那角落的那个不是先知就是医生，那就可以锤了。哎哎哎，这撞了我没了呀！就把判定了。哎，这个天气不该撞的，撞了就没了。就三台，打你个蛇皮！调完是一台，一台小木屋，先知小木屋，调完是角落。还被偷了，真给力呀！下局见，已经没了。真给力啊，他摇下来了。炸了，血炸。这边就摸前锋去了。不到，金仙子带来不如闪现，我推进去一失误，我整局就没了。整局的崩盘点子弹那个推进器没拿到刀，疯狂白给呀！
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还不如正常打。正常打吧。这波我抓了，藏了一个金滴血石。哎哎哎，去绑潘金了。无所谓，带的应该怀表，娃娃应该放出来了，坦射。下一波闪现应该能带走。我就在这个楼梯口等着，三台半，三台半就用命跌倒，用命跌倒的话就少了一台。用命倒，两次后遗症加一个钻头，再加一个。再加一层，然后还有崩坏，够他受的。继续刮别人。然后他还倒到了我心跳心跳范围附近，张狂再加7%，应该是结实死的，他都起不来。姚明这边不需要担心了，有人在摸他。前点手了，估计是卖了，卖了我挂佣兵。结石死后他的娃娃他的链接又补不了，刷包先知，一个闪现，重新起，不敢离开啊。我得知道那个黑妹到底在干嘛，如果黑妹她去补机子的话就好说，她不补的话我就难整。 OK， 她补机子了，我这边电击修完了呀。没一刀，应该装个推进器再狙他，这波又没了。
被这么天气的打上了，这样一来这先知就死，先知死了之后我再手持就好打。这主要是这黑妹她没西部机子，我以为娃娃的单还差好多，也可能就是这一套抓人慢吧，没有插眼的，没有插眼帮忙，所以导致自己抓人慢。先知，直接转了。你又没加速了，只能翻进去了。你翻进去还有误区，完了拿你刀。小鸟。哎呀，飘了。这波飘了，我炸了！哎呀，调上是炸机子。不然要去找空空姐去了。这也在上面。不撞，应该是没球了。他刚才开了一波大球，丢两台，前波没修。心伤好了，不救前锋救。应该是前锋救。没球了，还有枪。想赢就换时长。拦住空姐，她是从医院里面进的，丢两台。救不到了呀。铁锋没球跑了，调音师没修机子，调音师这波我不知道在干嘛，二楼也没修，那应该是修了小木屋的。
个怀表了，没带。没想你这种时候时常就很有用，直接低击的一踢当一张没有，他们怎么也赢不了。那奇怪了，那七点钟之前打了三局带了金身怎么全输了呢？可能是贪了吧，要不然是那个土臭。到到私底下研究这个头皮屑的破图，用什么技能好打一点。乌鸦飞了，找了个角落蹲着了呀，这人穿不了这种后墙。只有细杆子才能穿。就不谈了，如果空刀了或者白给撕了，换个地方走啊，直接去墓地。先知人皇，你看一般这种先知看见你不往他那个方向走的话，他就膨胀，秀人皇。你带弹射的吗？那告辞了，不追了。那我直接杀了人皇的先知了。
哎呦，我金枪白给了，有点。黑妹亮了。他踩到死了。看板了。你看这种尸就放得很尴尬。巨尴尬。三台，黑妹再起一台。想赢的话，又没得倒，要么就空姐得倒。他死取消掉了。这怎么挂人呢？我的天！还好有丝。蜘蛛被震慑，那你们没了呀，游戏结束物呀。黑妹是过来了吗？能不能把空姐锤了？如果空姐的电价超很多的话，难受。满球吧。挂到 VIP， 可以卖了，宝瓶给力啊！这有一个人在窗户这边贴我，不知道是不是窗户，应该窗户那边贴我，看见他了。空姐在开门，我竞争。开了，再见。
是有失误啊，90多的丝只拿到一刀，然后要不是他这波碳板，我就已经没了。